你没有书桌可以坐着，你那边是，我觉得你要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哦，不要坐在床上哦，那很难写字哦。我等下去你换，我不是有？拿东西。好，好来，邱瑞阳先回来哦。老然后师，谁还没回来？是我可阿以去妈，查药吗？这边停电，然阿后德会先专门去。出去的。好，OK。吴家章回来喽，林文燕回来喽，小杨子、轩林、伟琪。林文燕、怡本呢？好。来，我们一样，因为德克的游戏步道好像没有写过，所以我们一样先玩，先走游戏步道，先把游戏步道做完。因为我们适应之行昨天写了嘛，有可能。那我们先做游戏步道，看一下哦。天女伟业很棒，有记得起床。对不对？希望每天晚宴都可以这样。希望伟业每天都可以这样子吗？那我就是每天都有一件事情要做，我就就是要当他的闹钟。每天8点，集中了。老师，至少有一件好事啊！等伟燕来的时候，你就不用骂他了。他哦，走也进是来，你就哦，不用骂了。我把他叫起来，我就不用骂他了，是这样子啦。对啊，不行啊，那否则太晚进来，你要骂。叫起来，他还会干嘛？不叫这个。林伟燕，你的妹妹有起床吗？哦，那我一次救了两个人哦。那就代表老师每天都很麻烦。我每天都骂，我没有每天骂他，我哪有每天骂林伟燕？有时候会很麻烦。哈哈哈，好了，来，这是第十二课的，可以吗？第十二课的哦，谁先？只要是你先，你是画面里面的第一个人。讲那个字，然后跟部首就可以了，我就会帮你配对。赤兔。强制是刚睡起来嘛？赤兔。好，你就说图赤布这样就可以了。哦。好，来下一个，陈轩林。折刀布。OK，很好，折刀布，下一个李芬奈，芬奈比较揉眼睛，绕火布，他怎么会是绕？我布怎么会是绕？是什么？糟！啊，对不哈起。哈哈，烧火布，来，下一个是尾鳍。好，财木部，好，下一位，吕米轩。老师，要不要换个人？女生不适合讲。你可以讲，好止步。，Y。对，Y 止步，下一个是庄祥成，爱讲的话，真的爱讲的话。啊？下一个是你啊，庄成，哥是。是 你们是突然讲不出当来吗？好啦，好，安步，OK，可以，好，下一个是恩惠。
如果在家人面前骂这个，但其实在 for， 哎呀 ，for 放在口，哦、oh, ，for 放在口部。好，下一个林伟燕。刘英为什么不见？突然不见。邱瑞阳，换你。一个人到他家很紧张，他就绕跑。背到赢。好，你要说赢背部。来，廖吴家章。不。吴家章，吴家章。会心部。爱会心部。好，来廖心。随便念一题，看你想要念哪一题。嗯。那就第一题。最近早晚温差大，他不小心着凉了，一直发着高烧。好，所以是哪一个？上面。对，上面。好，再来张新成。这什么？猪。这株植物在阿姨每天细心的浇灌下，绽放美丽的花朵。对，好，来吴雨晴。想不到他不赞成对大家的决定，更冷言冷语的浇冷水哦，就是把冷水泼在人家身上。好，来林伟燕第四题，这道红烧狮子头是奶奶拿手菜，也是我的最爱滋味，鲜美，令人口齿留香。嗯，好，很可能哦。来，红烧狮子头是一道菜哦，好、哦，它不是真的把狮子头拿去煮哦，红烧狮子头是一道菜，就是像肉丸这样子，好、哦，那叫红烧狮子头，肉丸子这样子。好，下一个沈阳志。选一个，一二三四，选一个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第一个。好，请念。表姐之小葱，下面的。所以是上面的。这个聪慧的意思是指聪明又智慧，又有智慧，聪慧，所以这个是智慧的意思。OK， 好，来第二个人，陈轩林。下一个人，你要念哪一题？随便。政府新推行的福利措施，预计将使所有农民受惠。哪一个？是哪一个会？第二个。哎，第二个，好，受惠。优惠措施的会，好，来芬奈。第几题？看你啊，看你要念哪一题啊，芬奈。这家百货公司因经营满十周年，特别推出优惠方案回顾，回什么了？回馈。哦，回馈顾客。下面的。好，下面的，对。会方案，好，这是好的措施。好，来，伟琪，哎，还在吗？伟琪，第三题喽，伟琪，第三题。我是上面还是下面？下面。还是这个？下面。下面的。哎呦，是上面的哦。好，慧根就是一样，就是智慧的，就
是智慧的意思，有慧根，好，慧根智慧。好，来，下一个是敏轩，一个是愉快的愉，一个是书哦，这是我们有学过。好，看你要选哪一题，一二三四。是。好，请念。够大吗？一下。一样。你们觉得你要念哪一题？大。嗯。丰收。丰收的季节。整。整个。才。整个村庄。村庄。村庄。变。变。呈现，呈现出一片那个字是喜欢的欢，你要选上面还是选下面？上面。上面这个是愉快的愉，所以欢愉的景象。念完啦。的。你把它念完，欢愉的景象。欢愉的景象。好，来下一个，庄人。会意思即使未伤的书写。书写，对。依旧把它念完。依旧他才往回的。好看书。再来下一个恩惠。看看见孩子学有成的所成是美。为家长最愉悦的事，哎，最愉悦的事，开心的事。来，下一个是邱瑞阳。这收获轮运书下面的许多商品往来世界各地。OK， 好，很棒。来多音字哦，吴家章。哎，这个还有点在哦。吴家章直接念第一题就好。我快洗了，快往后炉中添加一些柴火吧。对，所以这个是念柴。第一个就是。好啦，这个的话，第二个鹿寨，哦，这个是念寨。这是鹿寨。嗯，那你继续来第三题给你。柴米油盐是婚姻生活里每天都要面对的课题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柴。好，张一成。为了维持生态平衡，相关单位否决这个村落的开发案。所以这个是否？对，没错哦。好，来第二题，不行。不行，换你了。第二题，我就是念鹿，不进食，人努力，不谢，
直至今日总算。很奇怪，怎么会有人对错啦？否极泰来，对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否极泰来。OK， 没错。来，伟燕。经过严格，经过严格的体能训练，不可否认证，他的比赛成绩有长足进步。对，没错，不可否认。好，课文哦，看课文哦，祥智打课本可以打开哦，课本哦。好，祥智，一二三，看你要选哪一个。课本要拿出来找哦。祥智，赶快啊！下一个是你耶。第三个。好，请念。这棵树枝枝叶茂盛，乌鸟可鸟可以鸟可以休息，松鼠可以爬，可以让人乘凉谈天。你说他歪七扭八，我看他弯来绕去，姿态就像跳舞那样美。好，可以，来轩林。的封面来使用，它只看到一小部分。那目前这张图片的推测最有可能，本来就可以缩很小。都是因为对你有人用，才能招展出去展演。换作你是树，你是要有用自砍倒呢，还是要没用活得好好呢？好，感谢海笨奈。你经验不够，这棵树只是表面漂亮，内行人就知道。用它做船会沉，做屋子会倒，做桌子会散。做屋子会倒，做桌子会散。感谢。好，成语喽，伟奇。好，有这个我们有写过，我们的成语本有写，对不对？有，最紧张的。好，伟奇加什么币？伟奇是伟奇的时间，不是上课啦。伟奇，每次跟你讲说都是大学啊，哪有人一天到晚就要灌个三四次的大学？我们都听到妈妈在骂人了。我大声了，赶快啊，伟奇，赶快，赶快。伟奇，第一个是加，后面你自己猜。你真吵了，你阿公你白目，妈越讲越故意了。每次你听我成语本出来看呀、啊，成语本第十二课有啊。伟奇，你要看成语本啊，十二课啊。看成语本你是绝对有，绝对有。等一下哦，我们让妈妈冷静一点。你懂屁啊你！你买的吗？家里东西你买的吗？哈！我们都不小心听到。新鲜关麦。妈妈好凶啊！很吵，真的新鲜关麦。开麦。我不可以戴耳机。开了。就代表围棋只要一开麦就会
就会有疯狂现象。不能这样，没那么夸张。尾鳍一打开就有。那边越讲越不一样。来了，等会儿。那个都是带去。好 ，OK， 感谢家徒四壁。妈妈好辛苦，一早就要这样。他只要骂人家，他只要一开门，他我们就必须要忍受三来三酷的。下一个敏轩，我记得这个有写吧？我们有写这个吗？有哦，好，陈玉本有哦。有。不可。来，林敏轩，大声一点，再一次。不自可。否。这怎么对？不自可否？感谢。庄能。有，我们有讲过。因材施教。也很棒，因材施教，可以。来，恩惠，下一个是你咯。这个大树有什么特色？第一个大树，第一个小故事的大树有什么特色？它的树干怎样？这个树长得怎样？有歪七扭八，很直又很高哦。啊，是歪七扭八吗？不是吧？大树跟老木匠是歪七扭八吗？不是吧？又直又高。对，又直又高。这谁讲歪七扭八？庄子不要乱讲，哎，庄子。又直又高，要十个人手牵手才围得住。好，木匠看到大树有什么举动？邱瑞阳。啊。大树有木匠一个一文从木匠跟大树联系到。好。这是你看。你只有念题目而已哦。没抬头，脚没停，就这么走过去的。对，好，来下一个吴家章。第一个小故事，木匠觉得这个树有用还是没用？不知道，没用。对，没用，因为他说他坐船会垮，坐船会怎样？沉掉。对，所以坐船会沉。吴家章刚才讲过，坐船会沉，坐房子会倒，会倒，坐桌子会散。对，感谢。好，来第二个单元，来亮熙。第二个单元，第二个小故事是哪两个人在讲话？庄周跟惠师。对，庄周跟惠师。下一个张清晨。庄周觉得这棵树有用还是没用？这我们上次有讲过哦。嗯，两个都有。庄周觉得有用。啊，没有哦，庄周是其中一个人哦。庄周觉得这个树是有用还是没用？哦，有用。对，庄周是觉得有用。哦，是惠师才会觉得这棵树没用哦。好，来吴雨晴。这真的言部，言部，言部。来林伟燕。背部，背部可以。江志，水部，水部。轩宁，应该很够。轩宁，我要。轩宁换轩宁了。幕后，正在看。幕后。好，来李芬奈放一个。这学期学校天够，对，天够，没错。好，来，再来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好，没关系，给举手的庄腾，在校务会议上，在校务会议上，
沟通后决定。再来，邱瑞阳。讲通后的决定，上课时教师不仅仔细讲解。对，讲解。再来，张新成。实验步骤也让同学做实验，了解植物构造。对，植物构造。感谢构造，感谢大家。这一课结束。我的网络刚刚很当哦。难怪你不动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网络很当。来，先抄联络簿吧。先抄联络簿。